即时新闻综合报道，全球各地屡屡出现极端气候。澳洲气象局则预测，随着气压从西澳横贯全澳，将出现骇人高温，一直持续到周四、周六开始传出火灾，著名的皇家国家公园一度关闭。综合外媒报道，当地气象局表示，新州部分地区气温将飙到40度以上，热浪将袭击澳洲东南部，专家建议民众避开阳光，补充水分。彭里斯和里奇蒙气温周六已来到40多度，雪梨的紫外线指数也达到极端等级，炎热干燥的天气将提升局部地区山火的风险。周六下午，皇家国家公园也因雪梨南部瓦塔莫拉 Watermola 发生两起森林大火而关闭，消防人员不确定有多少人在公园里。新南威尔士州消防局副局长罗布·罗杰斯 Rob Rogers 指出，周六下午全州有40起火灾，其中18起失控。他说，消防调查人员正在和当地警方合作，调查这起火灾的起因。